用完五斋大众回堂行香。乐众回堂后，在外画格子做响声，当值便以板锤一击回应。乐众敲问讯引磬三下，当值套敲一板一钟两木鱼起香，垂放桌边随众行香。乐众敲叫香三阵，末尾一下随众行香。五板香行大行，经行时间较长，行香不要过快，一般不少于半小时。行香时间到，维罗师招呼金香师杀轿香。金香师杀轿香，把帘子。金香师出门杀轿香一阵。金直放帘子。维罗师催香五六个圈子后，至东北角，在自己的衣袖上连打两香板，喊起字。大众打起字，随后扳手顺序喊起字，此支香共喊六个起字。一个起字由维罗师喊，同时香板转扬直指香案。拔音将落，当值便敲两板一钟，众香板头点地，维罗师随即在香桌前的白砖上捉香板，并喊两边坐。众人在两边纸单上挂腿坐，护七师提杯篮子进堂，先散香桌上的杯子，
和尚在堂即散五个杯子，如不在堂即散三个杯子，做法与之前的养息香相同。然后依序散杯子，倒茶水，吃茶的规矩与早课香吃盐开水相同。斟茶水时，第一巡、第二巡不交圈，第三巡交圈。吃毕，收杯篮子出堂。兼职拿拖把拖佛前水，兼香持香板至对面佛龛旁的白砖上捉香板，当值随机敲两下催板，众香板头点地，维挪师喊行起来，大众行香。行完几个圈后，维挪师至东北角，在自己的衣袖上连打两香板，喊起字。大众打起字，其做法与前相同。此支香共喊六个起字，由维挪师喊，同时香板转扬直指香案。
音声将落，当值打一锤抽井。维诺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，坚持师坚香师紧随其后，站立门口两旁。维诺师至本位白砖上捉香板，喊小静赶快，小静赶快。坚持师出门挂帘子，众师出堂小静。坚香师到堂外打三阵叫枪，末尾一下随维诺师小静。待大众回进，听维诺师招呼，杀一阵叫香。末尾一下，随维诺师进堂。坚持放帘子，维诺坚香一西一东，持合掌香板从维诺龛交叉后，在绕圈至佛龛前的两块白砖旁各站钉子步，两人一同捉香板，手持香板尖不动，当值敲三板一中指劲。维诺师持香板归位坐香，坚香横持香板转面向上立于白砖旁，当值师自敲引磬走方圈。礼佛三拜后，向下行至中间问讯。问毕，坚香走草鞋圈子，坚持先关门后铺宗殿，放开两尺后归位坐香。约几分钟后，副坚香下位，持香板与坚香各站一白砖上，随后退后一步，站立门前。约一寸香功夫后开始寻香，五板香共寻六个圈子，在镜中景侧之前走三个圈子，
两人在围摩龛前交叉。依循过后，两人仍站立于两块白砖上，随后退后一步，站立门前。坐香至半支，维挪师敬钟打三下轿香。众人下位，原地垂手站立。维挪师持香板从东绕西，至维摩龛旁。如果和尚在坐香，并且不放维摩龛的帘子，维挪师即香板作声响，放和尚即下位持香板，从东到西打井侧。如和尚不在，或和尚将维摩龛的布帘放下，维挪师便持香板绕至西单书记位，即转身回头归本位，放香板作声响。为首的扳手出位，从西单绕佛龛至东单，开始打敬钟井侧。扳手、维挪、在职的监香、书记不打，其余皆可打井侧。放香板作声响，维挪师即在本位白砖上捉香板，大众随即上位坐香，监香接着走草鞋圈子。
走一圈后回到门前站立。约一寸香功夫后开始寻香，尖香、腹尖香其交叉寻香的做法与前相同。走完剩下的三个圈子后，将开镜前腹尖香归位。坐香时间到，当值一锤引磬开镜，尖香归位，尖值下位开门，收宗殿画帘子。护七师拿杯篮子进堂，顺序散杯子，做法与前相同。吃毕，收杯篮子出堂，维挪师打三下轿香，众人下位，兼职托佛潜水。下一位兼香至对面佛龛旁的白砖上桌香板，当值敲两锤木鱼起五四支香。兼香师至对面佛龛旁的白砖上桌香板，当值敲两锤木鱼起五四支香。尖香师到堂外打三阵轿香，末尾一下随众行香。
行香时间到，维罗师喊：“兼香师杀轿香。”兼香师杀轿香，把帘子。兼香出堂杀轿香一阵，末尾一下，进堂行香。兼职放帘子，维罗师催香。你起来。两三个圈子后，维罗至东北角，在自己的衣袖上连打两香板，喊起字。大众打起，其做法与前相同。此支香共喊四个起字。末尾一个起字由维罗师喊，同时香板转扬，直指香案。答音将落，当指打一下站板，众香板头点地，兼香扳手站铜前。维罗师持香板从东绕西拨圈子，每逢七七第四天，五四之乡要问话，和尚扳手回聊。维罗师归位，持平仄香板讲规矩。除此以外，扳手持香板出位绕逆圈讲开始。扳手讲开始应按位次顺序讲，如果排位靠后的扳手讲开始，排位靠前的扳手即出堂，等开始讲完后再进堂。扳手讲完开始后，便招呼当值打两下催板，众香板头点地，维罗师喊行起来，大众行香。行完几个圈子后，维罗师至东北角，在自己的衣袖上连打两香板，喊起字。此支香共喊四个起字，其做法与前相同。一个起字由维罗师喊，同时香板转扬，直指香案。答音将落，当值打一锤抽解，众香板头落地。维罗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。
兼职师、兼乡师紧随其后。维挪师至本位白砖上捉香板，喊小静赶快。兼职师出门挂帘子，众师依次排班出堂小静。兼乡师出堂把三阵叫香，末尾一下与维罗师一同小静。待大众回进，听维罗师招呼杀一阵叫香，末尾一下随维罗师进堂。兼职放帘子，维罗兼乡一西一东，持合掌香板从维摩龛交叉绕圈至佛龛前的两块白砖旁，各站丁字步。维罗师喊两人一同捉香板，当值即敲三锤木鱼止境。兼职关门，除问话扮演门外，其余皆关门。兼乡走草鞋圈子，兼职铺宗殿，并放开两尺。兼乡走完一圈，至白砖中间站立。如果副兼乡在西单坐，正兼乡一步站到东边的白砖上。如果副兼乡在东单坐，正兼乡移步到西边的白砖上，站法相同。一会儿副兼乡下位，持香板已在相应的白砖上站立。约一寸香功夫后，两人开始寻香。此支香共寻四个圈子，其做法与前相同。寻完四个圈子后，将要开镜前，副兼乡先归位。当执师听堂外开碗殿梆声响，放腿下位。听到最后两下梆声后，即一锤木鱼开镜。兼乡归位，兼职开门挂帘子，收宗殿。护七师打碗筷点心进堂，先散香桌上的三个碗，后顺序散。散点心时的做法与前相同。
吃完点心后收碗筷出堂。兼职托佛潜水，月仲在外画格子做声响，当值用板锤一击格子回应，月仲敲三下引磬，当值扬板，扬板壁接敲三下报钟，维挪套敲三下叫香，众人下位。下一位煎香至对面佛龛旁的白砖上桌香板，当值敲两下木鱼起碗客香，众香板头点地，维挪师喊行起来，众人行香。下一位煎香至对面佛龛旁的白砖上桌香板，当值敲两下木鱼起碗客香，众香板头点地，维挪师喊行起来，众人行香。煎香师到堂外打三阵叫香，末尾一下随众行香。叶寻在堂外用板锤击格子做响声，当值敲三下报钟，叶寻套接三锤板，叶寻打一板绕四一圈，回来至禅堂门口杀板两下，煎香师到堂外杀叫香一阵，煎直放帘子，月仲敲上碗殿引磬三下，当值套接敲报钟，维挪师催香，三遍报钟杀尾三下后，维挪师至东北角，在自己的衣袖上连打两香板，喊起字。众打起，此支香共喊四个起字，每喊完一个起字，拔音将落，当值敲一下报钟，
喊到末尾一个起字时，拔音将落，当值打一下站板，重香板头点地，诸师与肩香扳手依前站立，维罗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，将人拨拢好后，归位放香板做声响。扳手即持香板绕逆圈讲开示，如不讲开示，则持香板逆行三个圈子。待圈子行完后，扳手便招呼当值打两下催板，众香板头点地，维罗师喊行起来，大众行香。行香几圈后，维罗师至东北角，在自己的衣袖上连打两香板，喊起字。大众打起，接着扳手顺序喊起字。此支香共喊四个起字，最后一个起由维罗喊，拔音将落，当值打一锤抽解，众香板头落地，肩香扳手诸师如前站立。维罗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，兼职师兼香跟随其后，站立于门口两边。维罗师至本位白砖上捉香板，喊小静赶快，小静赶快，诸师往静室小静。兼香出堂打三阵叫香，末尾一下，随后小静。诸师回堂后，听维罗招呼杀叫香一阵，末尾一下，跟维罗进堂，兼职放帘子，维罗兼香从东西两边绕佛龛后，
交叉至佛龛前的两块白砖旁，各站丁字步。维奴什喊：“管客相，打起精神来！”两人一同捉香板，当值敲三锤木鱼止境。维奴持香板归位坐香，兼职关门。兼香走草鞋圈子。走完草鞋圈子后，站立于佛前两块白砖中间。待副兼香下位一同寻香，其做法与前相同。此支香共寻四个圈子，晚客下殿后，乐众在外击格子做响声，当值放腿子下位。乐众敲三下引磬，当值套敲一板一钟一木鱼开镜。维奴什喊：“放养息！”养息。众人下单，小静养息。当值敲三锤木鱼止镜，掩门养息。